他为啥不露呢？我奶奶让我去拿那个漏勺去挖面嘛，我当时想的应该是挖不上来，没想到挖上来之后它确实不漏，当时感觉大雪白上了，还是挺惊奇的。奶奶吃的盐确实比我多，我奶奶不懂这些，她应该是生活经验吧，我也没敢多问，害怕她拿漏勺挖我。